看这一网啊，有货有货，看看看看看啊，哇，放网了吗？这不是站起来了吗？哇，这不是爆了吗？看看啊，哎呀哎呀，过瘾，过不过瘾？看看，这不够吃一顿了吗？没有啊，兄弟们闹着玩的啊。然后咱们的网在那儿，然后这是今天咱们本来想着逮龙虾，然后就是这么点货，下了18条散网，然后咱们试试手，也是在直播的时候收的，然后就搞了这么点货，还好有一个大笼子给支撑着，然后还捡了一个人家废弃的小笼子，看看，而且他这里边也有点货，自己没搞多少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户外小徐，喜欢逮鱼摸虾的你们可以去看看老弟的作品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。